安，我今天有点起晚，本来想打算9点起的，结果赖床赖到现在已经十点钟才起，然后就化了个妆，准备出门。今天是星期天，然后还没来得及吃早餐，但我本来就想说中午之后再吃，先早点出发，我已经打车了。嗨，朋友们。我从外面回来之后就整个失败，睡了个午觉，然后我现在要起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经常犯的毛病，就是睡觉。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能睡，然后我大概睡了还好睡了40分钟，我现在要起来练琴。好困，好想再睡，感觉能一路睡到晚上。行吧，加油，快起床。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法则，就叫10分钟法则。就是当你很拖延或者是很懒的时候，你就想，那我先去做10分钟。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就很想午睡，然后不想起来，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先练琴练10分钟，然后就这么起来了。所以对，这是一个方法。要高一点，口语要高一点，我另外两颗弱的单项，所以你就要高到什么？高到25，那25离你现在就是有点距离，那你要到25，你还得做点事情，好的。那个表面几篇的做题的记录不知道还在不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嗯。比如说你点进去，你能看到你第一篇错一道，第二篇错我记得是2道，第三篇错4道，然后。第四篇的那个对话又是，我记得是全对，这一套题最后分分也是艺术性。对，第四号边讲吉他。你也全对。嗯。然后就是不熟悉的可能就稍微差一点。就完全就我拿那个头两篇的几堂多也有同样的那个效应，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我练的。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但反正现在是8:21，然后我点了外卖，我等一下要下楼吃，然后顺便拆一下我今天拿的包裹，有一大箱。Mina 刚刚说晚一点来找我，但是我们每天都这么说。有时候就懒，我们就不见，就是上学的时候见。这是我买的 Christmas 的球球，我一直以来都是从11月开始过 Christmas， 就买了一些，因为我觉得不用很多装饰，就是有一些些球，然后底上有一个心。我就是在那个 Disney 的官网上面买的，他们在做热气球。啊，这是 Cinderella 的故事书，可以有声音吗？去买那个圣诞树，这个好可爱，这是比较多角色的，这是顶上的星星，好可爱，我没想到它这么大哎。红糖糍粑，我朋友们来看望我了。我点了一个 Poke Bowl， 然后刚刚姐姐点了，这是什么？麻辣烫吗？是。
火锅，清汤小火锅。然后这个是泰式，这加了那个芝麻酱。哦，这个是那个我没法试的这个。还有这个，有章鱼小丸子。红糖糍粑。Good morning， 今天是 Get Back on Track 的第四天，也就是周一。今天睡到了比较晚，因为昨天，真的是又熬大夜了，还是没办法。现在是早上的中午的12点，然后我起床了，刚刚画好一个淡妆，等会要拍一个工作的视频。我点了这个，我没有加饭饭，我里面就是加豆子，还有我加了饭吗？怎么那么大包？没有啊。忘了让他不要加洋葱。没有那么饿，有点辣。我练饿了，我准备去找点东西吃。我那个 burrito 有点辣，然后我就没有吃很多。我准备煎个饺子吧，因为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了，就是 Trader Joe's 真的是最方便的，因为我就是之前买了冷冻的水饺，然后吃了好久，也不知道过期了没，应该没事吧，冷冻。有一点糊的煎饺，然后 IKEA 的四个小丸子，然后自己调一个酱，就是醋跟酱油，还有麻油。21世纪为止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通过那么站在我们旁边这个和我们长得非常像叫科比西伯利亚发现了，而我们的斯坦方式。现在6点多，我准备出趟门，我要去买一个蟹夹水，然后顺便买一个小甜点，因为我晚上要去维亚一家，我想说可以带一点好吃的给他们吃。去我最爱的 Italy。今天应该挺冷的。Let's go。我买到我要的东西了。我又捕获了我的星星痘痘贴，因为我这边又要长一个痘，所以我就感觉还是囤一点好了。然后现在我准备去买披萨，还有一些小蛋糕，因为等会儿去薇薇安家，然后带给他。我买好啦。买了3片披萨，然后8个小蛋糕。现在我走回家。我收好行李啦，这是我的一天小行李，然后我就要出发了，走。他们三个在这里好可爱啊！咚咚咚，哆瑞咪，走啦！